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开始处理这条大鲤鱼。这鲤鱼虽然刺有些多，但是闷着吃还是不错的。开膛去鳞，在鱼身上切开几条深口子，种下的葱姜蒜已经成熟了，摘了一部分放口子里腌制一下。锅里起热油，将鲤鱼放入，两面稍稍煎至焦黄，加入热水炖煮。为了去腥，我还特意加了一罐啤酒，然后等着就可以了。等到起锅的时候，加点香醋便大功告成。随后我让小爱同学开车上路，足足过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了第二个物资箱。这个物资箱竟然是一只蓝色的物资箱。物资箱内是一张二级配件制造图，微型家禽生态园，在路边的沙丘后面藏着一只沙漠狐。沙漠狐不会攻击人类，但是会趁着你下车开启物资箱的时候趁机偷走车内的东西。居然还有这种操作，想要偷我东西得想办法干他一下子。思虑了半天，我拿出了两张防晒网，将车后座和前座分割了开来。在前座的位置上只留了一个鱼罐头的箱子，但是实际上里面装满了金属锭。确认没有疏漏后，拎着撬棍下了车，装作一无所知的向着那个蓝色的物资箱走过去。当沙漠狐看到我下车后，那只小脑袋露出了笑容。当看到我低头去开物资箱的时候，那只沙漠狐嗖的一下子从沙丘后窜了出来，猛地向着我的车窜了过去。然而当沙漠狐一钻进车内后，他顿时傻眼了，整座车子里面被防晒网挡得严严实实的，就只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留下了一箱鱼罐头。我尼玛，居然有这么狗的人，这也太小心了吧，把东西挡得这么严，是我偷什么？不过一箱鱼罐头也算不错了，小爷我吃过一罐，味道还不错。沙漠狐一口咬住了鱼罐头的箱子准备拖走，他猛地向后一用力没拖动。难道是小爷昨天和那只母狐狸缠绵太久训了？我应该啊。沙漠狐不信邪的再加了一把力气。找你啊！鱼罐头箱子仍然纹丝未动。我认你个 DJ， 那母狐狸倒行这么深吗？弄得我连一箱罐头都搬不动了。沙漠狐彻底泄气了，他开始用爪子吧拿鱼罐头箱子。既然一箱子带不走，带走一两罐总可以吧。沙漠狐用自己那尖尖的指甲划开了箱子封口的胶带，沙漠狐往里一看，鼻子都气歪了，怪不得他刚才费了半天力气都没拖动箱子呢。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，居然在里面装满了金属锭。这他妈足有五六十斤了，我才能搬得动。沙漠狐感觉事情有点不对，立刻转身准备下车，可是车门却自动关上了。沙漠狐大惊，连忙疯狂地向外拉着把手，想要把车门打开，可是车门却已经被锁死了，根本打不开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车子已经被我接管了，在指挥官回来之前你是无法离开的。他砰砰地敲着窗子想要破窗而出，可车窗是防弹的，他根本就弄不开。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，车窗忽然开始往下降了。沙漠狐见状大喜过望，一双爪子扒着车窗想要从窗户缝里窜出去。雷猴啊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何必这么着急走呢？沙漠狐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立刻举起了自己的一双爪，脸上满是讨好的神色。你能听懂我的话？沙漠狐立刻摇了摇头。你觉得我像是傻子？既然有灵智能交流，那就不能轻易杀了。我一手用枪指着沙漠狐的脑袋，一手从窗户缝里伸了进去，一把抓住了沙漠狐的后颈，将沙漠狐拎了出来。我决定把它带在车上，留着路上慢慢玩。不过沙漠狐不能就这么扔进车里，万一毁坏了东西就麻烦了。我找出一张防晒网，直接将沙漠狐像木乃伊一样缠了起来，只露出了一个脑袋。嗯，看你还怎么跑，刚才干得不错，开车。遵命，指挥官。车子继续沿着公路搜寻物资箱，我拿出了那张制造图认真地看了起来。微型家禽生态园制造图，二级汽车配件，可制造一个小型的家禽生态园，让家禽快乐健康的成长繁衍，家禽快乐度提升 30%， 健康值提升 30%， 产蛋量加一，产肉量提升 30%， 建造材料金属锭5单位，金属零件40单位，玻璃20单位，塑料20单位，木料10单位，布料5单位，泥土20单位，小型集水器一个，中级电子元件一个。这东西不错呀，别的不说，光是产蛋量加一就可以值回票价了。现在鸡蛋这个东西除了靠那只母鸡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了，有了这个东西每天能多一个鸡蛋绝对赚翻了。制造微型家禽生态园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我眼中出现了一个两米长一米宽半米高的一个玻璃容器，容器全封闭，有点像是仓鼠笼，不过外面是玻璃的，四角边缘位置有金属条加固，有气窗，里面有鸡窝，有食槽，有水槽，有泥土地，上面还长着杂草，看起来倒是很适合母鸡居住，而且空间也不小，足够母鸡生活。